我哋每一次欢迎主，神都好欢喜嘅。多谢你，神啊，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系咁开放。神啊，你系咁开放嘅神，咁欣赏我哋嘅神。我哋多谢赞美，我哋欢喜你，我哋有你真有福，我哋有你真。
So
是配受最高的赞美，你的名字是最美丽的。哈利路亚，多谢耶稣，主啊，你是何等的宝贵，多谢天父，主耶稣，你何等的宝贵，神啊，你是极度宝贵的神，耶稣，你是宝贵。我真宝贵，你有宝血洗净，你爱是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美。
你如何接替父，带你天父，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我们先爱主阿爸，神啊，我们爱主，我们感恩你，我们呼你，神一定会呼你的，神一定会呼你的。阿爸父。
我哋呼求埋呢一阵系耶稣帮我医治我。去翻呢啲嘅情景，我哋觉得好难出翻嚟嘅情景。有啲系人哋伤害我哋，有啲系我哋伤害人。有啲我哋做错嘅事，我哋心中一定有一种释放唔到嘅感觉。你去翻个情景，你谂翻呢件事。我哋可唔可以放到手呢？有耶稣，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释放我，我需要你给我自由，从我过去的伤口将我释放出来。就好似當時就喺當時嗰個情景入，你話耶穌我需要你，耶穌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而家去翻一個以前受傷害或者一啲我哋覺得自己做錯好難釋放嘅地方。手在你的心口中，将你的心口那些翳门拿出来。耶稣，在我当时受的伤害，求你将我这些翳门拿出来，这些压力拿出来。这些的伤害更帮我放手，这些的伤害，我们想到这些人其实很惨，因为他们做的神不欢喜，其实他们要面对神，我們就憐憫他，我憐憫他，我祝福他，我就安息耶穌。做一個開心的小孩子，或者那時候不是小孩子，
做翻個開心嘅我。我知道有一日耶穌會釋放我嘅，我知道有一日耶穌釋放我，耶穌已經定義，耶穌已經定義啦。所以喺嗰陣啊，耶穌話釋放我啦，將我以往嘅記憶改變，將我以往嘅記憶。所以搞到我哋咧好多辛苦，神啊，求你釋放我哋嘅生命，釋放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完全得輕鬆。哈利路亞，叫我哋完全嘅輕鬆，完全嘅輕鬆，完全嘅輕鬆。耶穌，叫我哋完全嘅輕鬆。耶穌，多謝讚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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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讚美，多謝讚美你，感謝讚美你，感謝讚美你，多謝讚美你。有誰來讚美？耶穌只有你能感動我心，永永遠遠再難尋找得到耶穌。谁能将你？有谁能将你？也是只有你能感动我心，永永远远再难寻找得到。耶稣，有谁能将你？谁用得你自重
神啊，
神唔係咁嘅，神係我哋悔改，神就赦免，神又永遠提升我哋，鼓勵我哋話，就算彼得要否認耶穌，耶穌唔會話喺度大鬧佢一頓，耶穌就話：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去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嘅弟兄。耶穌一樣係為佢禱告安慰。但係往往咧，有時候有啲人話俾我聽，佢話咧，耶穌係教描述啊，點解當有啲基督徒犯咗罪，點解有啲基督徒會對佢咁批判嘅咧？喺呢陣你試下將呢啲律法有同你講嘅，係佢翻個程度，你就宣告耶穌赦免我，我唔需要受落呢個律法。耶穌赦免我，你試下將呢啲壓力，因為有啲人講嗰啲嘢，你都唔夠好，你都唔夠熟靈，你都唔夠祈禱多。你都不是聽話的嘅時候，呢種壓力喺心裏，你試下將呢種壓力釋放出嚟。佢哋講嘅係真，不過咧，佢哋用律法嚟拘束，令到我哋有膽子。喺呢陣，你試下將呢啲壓力釋放出嚟。神就會提升我們，我們不用一直停留在我們做錯的事。當有人曾經這樣指控我們，我們就說是啊，我有做錯，求耶穌赦免，耶穌已經赦免我了。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誰能定我們的罪呢？耶穌已經為我們死了，並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坐在神的右邊，在替我們祈求，為每一個祈求。是唯有魔鬼就是晝夜控訴弟兄，神啊，我们不要接受这些控诉，当我们做得不好，我们求主赦免，神就赦免，然后我们就说神啊，接纳我，我就努力去跟从神，但我做得不够好，我马上求主赦免。耶稣，耶穌站在你旁邊，耶穌就說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八章一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再定罪了。神已經不定罪了，神在耶穌的身邊說，我已經不定他的罪了，魔鬼你無權控訴，人也都無權控訴，你就向自己宣告，人無權控訴，我們不用背著那些人的控訴，魔鬼無權控訴，我可以得釋放，我可以得自由，多謝耶穌，我可以得自由。Thank you.